主料，茄子两根，紫苏十克，辅料，大蒜，生抽，白糖，芝麻油，生粉，花生油。制作时间十分钟内，紫苏用水泡软之后切成丝，茄子切滚刀，装进保鲜袋里，放进微波炉叮约4-5分钟待用。烧热锅，倒入花生油先爆香大蒜，倒入茄子爆炒，把紫苏倒入一起翻炒，翻炒均匀，倒入生抽白糖以及少许水，盖上锅盖焖约10分钟左右。当茄子完全吸收了紫苏的味道之后，即可勾身稳健，再倒少许芝麻，起火上碟。烹饪技巧，茄子预先用微波炉加热之后炒的时间缩短了，而且也少吃油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